张永强老师做抢评。其实玉林唱这首歌真的很适合，整体来表现都很好了啊。当然有些小地方比较细腻的地方，我们万万惊不会停惊。第一个咬字不清楚啊，冬情的情，那个情，那个转到恩音的时候，那个 timing 不大对，所以听起来可以怪怪的啊。啊，副歌的第一句那个彭桂香那个尾音拖太长了，所以第二句接下来你有点拍子就有点不是很稳定。然后最后一句就是尾音稍微有点掉，这些小地方再注意，加油。谢谢老师。罗文聪老师请。玉婷今天选这个歌，我觉得旋律选的这个歌选的很不错，因为这个歌旋律是好听的。那我觉得你的 A 段哦，其实 A 段的拍子音准上面其实都还蛮不错，好，只有几个地方都是母弯胸型裂护住，那个裂音不修夸有点。pitch 有点跑掉了，但 A 段来讲我觉得都很不错。像我们通常一个歌好不好听取决在韵脚你有没有稍微去修饰它。那比如说像那个千言万语的意啊，千言万语那个一转上去的那个尾韵脚要松松的收，不能顶着唱，不然会听起来会很硬。包括那个嗡嗡嗡嗡嗡这个字也是要嗯哦，但是你没有嗯的时候嗡嗡嗡嗡就听起来会很凶，所以那个第二个最后那个愿如果有转到嗯的话，其实听起来会比较好听一点。你到了副歌的时候，我发现你是太用力在唱，于是想要你可能想要力求表现，其实音准其实就会有一点点偏高了。但是你有一句我觉得唱得不错，就是说啊，那些玻璃跑完归心完了以后放着唱，心刚完棒好一定。照理说这一句是应该要收进来，听起来才有起有伏嘛。那我觉得你最后一次的副歌是比较好的，你懂得收回来。那是无你破阮归乡，心甘愿放乎伊冷。世情变色，浮浮沉沉，悲伤快乐犹在人间。好，我觉得这个是不错的，要记得。诠释一首歌，绝对不是为了做层次而做层次，而是那个层次那整段里面应该有推有收，有推有收，歌听起来才会有起伏，好不好？加油哈！谢谢老师。好，接下来请另外两位参赛者上台，欢迎我们的张玉轩，刚才的分数是89.4分，涂佳美的分数是89.1分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刘玉婷的分数，老师请给分。89.9分，老师平均分数18分，哇，差个0.1分就90分了。对，所以说我们今天呢，是我们张玉轩跟刘玉婷的对决啦，是 PK。那我们佳美先休息一下。好的，在这个进行紧张的摘星争霸赛之前呢，先让大家放松一下。Take easy 一下。下一个单元是大家很喜欢的一个单元，是就是观众奖金大挑战来。